树林里推动农村再生，并响应政府水患自主防灾社区，曾经三度获得中央评鉴特优，并连续三年成为种子社区。休耕的稻田蓄水防止杂草，还能解决周边地区水患问题。后来的口号叫做我们要桃园是千皮之乡，我们要创万塘之春，河塘将石门水库的水到皮塘到各村的这各里的这个休耕农地上面做的这个河塘上面的，这样也可以减少水分的水啦，水资源直接流向大海。那如果遇到雨季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启动在地治洪呢？我们就是把平常水位蓄满90公分的水先行排掉，就是石门水库泄洪的概念。那排掉之后，排到如果没有养鱼的直接排到干，如果有养鱼的就是至少要留个30公分，然后就把灌溉水源截断，不让它灌溉水进来。那开始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留在这个治洪池里面。民间版的治洪池目前已经有16公顷，还能在池里种莲花，在田埂种瓜果，发展出防灾产业。像现在树林里我们水患自主防灾就推防灾产业，可以做成荷叶健康茶，做成荷叶这个养生面系列的产品的，那夏天游客来剥莲子体验，然后这个荷塘有60公分以上，也可以安排那个水上的体验活动，像划网工船啊，像这个就是越南进口的网工船，也可以划那个蜻蜓，其实都可以安排。所以把休耕农地活化成多功能的这个防灾角度的，刚刚讲蓄水抗旱、治水防洪，产业发展有莲花、莲藕、莲子，那我们这个连接的这个步道做成3米宽，都搭成这个瓜棚了，可以种爬藤类的瓜果植物。那在夏天它又自然遮阴，要来这边观光或是做生态体验的游客，就走在瓜棚步道底下，那又可以现采的瓜果，游客来也可以自己采摘，那种所谓食农教育体验这个自己亲自采果的乐趣。在民生垃圾处理方面，新荣焚化厂两个炉整修当中，预计7月才能恢复运作。桃园市每天1300多吨家户垃圾，除了运到外县市处理，一部分靠观音生殖能源中心焚烧，部分暂时堆置在观音、杨梅和龙潭等地。市院吴进昌要求市府加速筹建第三座焚化炉，因为垃圾占置量太大，所以会造成占置场周遭的这个民众生活上非常的不便。那不便虽然是目前环保局有一个补偿的措施了，可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了，所以我们地方现在就是希望我们新荣焚化炉整改好，加上观音能源生殖能源中心的焚化炉火力全开的时候，要赶快去化现在在占置场的这些垃圾。那我们希望环保局能够拿出魄力的，现在理论上应该要在即刻筹措第三座焚化炉，这样才有办法自己桃园市的民生垃圾自己充分的处理，不管哪里有哪一个机组整改，那你其他的机组都能够有效的来处理我们桃园市的民生垃圾。沿海地区发展观光，但草踏沙丘旁的保障垃圾掩埋场政治垃圾影响观瞻和生活品质。吴进昌议员要求加速去化，并新建步道系统串联沿海景点发展观光。因为我们沿海从许厝港湿地到草踏沙丘，一直到永安这个森林步道，那个永安渔港的这个沿线到竹围渔港，这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海岸的风景区啊，可是煞风景的就是保障垃圾掩埋场，所以我们要求环保局要即刻规划，赶快把这个垃圾尽快把它处理掉之后，那从许厝港湿地能够建构一条步道连接到草踏沙丘地质公园，那这样再延续到
观音滨海游憩区的哈，那个连接白沙甲灯塔，一直到永安这一条海岸动线就很完美。在大众运输系统的建设方面，观音区是工业和观光重镇，还有大潭发电厂等国家重大建设，地方争取捷运延伸到观音。有工厂没有员工，那要怎么去创造这个再次创造我们这个经济的奇迹呢？所以说，我们的大众捷运系统应该要及早规划了哈。那我在前不久捷运局跟交通局的这个工作报告咨询的时候，很高兴有捷运局长已经有回应，我们现在那个机捷系统要把那个这个机箱就是车厢的这些维修的点要扩到观音来，那因为观音的腹地比较大，要找土地比较容易，刚好借由这个捷运的这个车厢的维修调度的这个厂址，就把捷运站延续到观音来了。那延续到观音之后，要怎么再连接到各大工业区？那就是用轻轨系统就可以连接了哈，甚至可以连接到观音工业区、这个桃园科技园区、环保科技园区、大潭电厂，那往南连接到永安渔港，再到新屋，再到杨梅、龙潭等。观音地区除了每年的莲花季闻名全台，休闲观光和精致农业也享有一席之地。吴继昌议员希望争取捷运延伸到观音，并结合轻轨，不只让草踏都市计划区大众运输交通更方便，也能让工业区有稳定的劳动力，带动国家的经济发展。